英方无视中方严正立场，执意改变政策，为有关人员在英拘留和入籍提供路径，严重违背自身承诺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，并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。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英方承担。中方重申，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，任何外国无权干涉。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。